这大过年的？这脚崴了。呀，上医院没？去了，各大医院没少跑，谁看谁说治不了。咋的呢？半宿半宿不睡觉，一闭眼睛卸大脚，一闭眼睛卸大脚。你给我去一边子去！别跟我瞎开这玩笑啊！哎哎哎，大脚啊，那个晚会搁哪块开？晚会啊，那广场上呗。广场，那我去了啊。我咋一路过就能看着你呢？我咋的一到这就看见你路过呢？我是撞着鬼了？鬼把我撞见了？不是，刘农，你愿意说话你自己起个头行吗？大家好，老师从业中医男科30余年，帮助了数千名海内外华人朋友通过中药调理重回男性雄风。如果你也存在房事时间短、勃起无力、硬度差、中途疲软、肾虚、前列腺炎等问题，现在就加中医老师微信574-993-200，纯中药，一人一方，治根治本，帮助你持续坚挺20至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彻底告别快男软男。记住微信574-993-200。啊，谁把我驴牵来了？谁牵你驴了？那我怎么听见驴叫唤呢？啊，我跟你说人话你不是听不懂吗？小样，刘能，我跟你说啊，没空跟你扯了。我说老刘啊，这年年咱俩就这么掐，这也过年了，社会都和谐了，咱俩也得和谐了，对不对？你就光嘴上和谐咋的？你能不能慈悲一点啊？我怎么不慈悲了？我呀，你善良一点，你看我都啥样了你还欺负我？不，你啥样了？腿崴了。哎呀，啥时候崴的？前两天。咋崴的？嘎巴下子。雷劈的？雷劈劈上头还能劈下头啊？这要劈上头就好了。咋的呢？咱们村从此就消停了。你有我一天你也别想消停。哎呀，行了老刘啊。哎，我说你这哪条腿坏了？这一条腿。你看着没有？按理说呀，你就这样在家应该休息，不能老走，知道不？再者说你这拐你拄错了，你不能整这边的。你这拐整这边，这条腿容易把这条腿就给拐的了，两条腿都坏了，那不就完了吗？是不是？你应该把这拐呀，你拄到这边，这就对了。哎！咋的了？把拐给我拿回来！滚！哎，等，我凭啥给他拿回来？咱们村这不开联欢晚会吗？他还要参加，你这不影响咱们村的市容吗？啊！你快点给我拿回来。那你也不能抢他这玩意儿啊！先让我给他。我说，你不能让他参加啊！太倒霉了。大姐，你说这啥人呢？谢我坤，你等我一下啊！你看我怎么收。你也是，叶楠，你等我一会儿，叶楠。叶楠，等我一会儿。呀，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，请你以后不要再缠着我。哎呀，这不燕南吗？婶儿，你看他一见着我就跟着我，我走哪儿他跟哪儿。不，你咋回事啊，天蓝啊？你啥意思呀你？你不都是有对象的人了吗？你老缠着人家干啥呀？婶儿啊，有对象跟送花不两码事儿吗？再说花是无罪的呀。王天蓝他有对象了啊？是，哎，对象了，啥时候有的呀？啥时候有的？半年了。半年了。那既然你有对象了，这花我就收了，不过下次你不能再送了。你燕南，我心目当中我还是喜欢你的。自从你走以后哈，我就照你的标准我要找一个，老带劲了。我跟你说，个比你高啊，还比你瘦着可好看了，现在后悔都晚了。我告诉你，现在你我姐来了，我姐，王天来，姐，你姐搁哪呢？我姐那个，姐啊，你找老妹儿来了吗？是吗？谁是你姐呀？你不是，这村有个风俗，管对象叫姐。啊，你比我大一岁是不？啊，正好喊姐，你答应啊，姐呀。哎，这咱俩上那边玩去啊，姐。不姐，那嘎有人，你给我介绍介绍，都谁呀？这是大脚婶。我是大脚婶了。大
辣椒婶好。哎，陈燕南，你好，这是我大姨姐。谁是你大姨姐？哎呀，谁是你大姨姐啊？你是不是一看着漂亮的你就管我叫大姨姐啊？我到底是谁？是我妈都行啊。别回去。我是王天来的对象。哦，你就是天来的对象啊？啊，挺漂亮的。是，照你这标准找的吗？搞放大镜找的。我就欠怼。我祝你们幸福，这花送给你。哎呀，你看，还送我花干啥呀？这不我送给你的吗？是，完了我又送他了吗？我也还给你了。那我就得送商店去呗。你送商店我还得买回来。不，拿着挺好，挺好。那没事，那我收下了。长得真漂亮。老公，嗯，你就照他这标准找的我呀，俺俩确实有一拼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听不见。燕南呢？嗯，你咋来了呢？我听说村里开春节晚会，我回来看看大家，挺想你们的。是，大家也想你呀。我就欠怼。你挺好的呗。我挺好的，你们也挺好的呗。啊，好。是，就我不好。你怎的？怼的呗。赵一条，赵一条，你谁呢？燕南来了。这你找的？嗯。行，够个。燕南，你好。燕南呐，全村老少爷们都挺想你的，都挺惦记你的。你最近忙啥呢？没忙啥。啊、哦，你挺好的呗。我挺好的。玉田啊，你干啥呢？过来去。人品不是那么十分太好。你说啥呢你、啊？赵一田，你干啥呀你、啊？你来来来，你来。去让我过去呢。你咋回事？你是不又要犯毛病？你没事没事。都来了吧？主任来了。哎呀，燕南这大学生就回来了。来了，你好。哎呀，欢迎欢迎，欢迎欢迎欢迎。他是我的。啊，你的啥呀？老有安全感，我对象呗。啊。他俩真般配，我跟你说。哎呀，我说两句啊啊，好好好，好。今年大丰收年，十年久不遇，啊，关键是现在党的政策可太好了，现在啊，你就说咱农民种地还免农业税了，是不是？你说现在学生上学还不用消费了，不收费。你说这看病还不用花钱了，哎，还省医药费了。哎呀，总之，咱们向阳山现在的好事儿是接连二三，是接连不断，是事情就这么事情，情况就这么情况。晚会差不多，咱该开始吧，大家。哎，就开始吧，好，赶紧开始啊！我宣布。等会儿啊，主任呐。这活都是主持人的活，没主持人吗？你这么大主任，扯这干啥呀？给我副主任吧，我给你代劳了。等等！哎呀妈，你站都站不住，你代什么劳啊你？啊，我用嘴不用腿。你那嘴啊，也不比你那腿好使到什么程度。我宣布，象牙山村春节联欢晚会，现在开。你照你这么开的，开到正月十五去，那都是快的，二月二能出来就不错了。你这没事了，开啥呀？我发现我要不来，这秩序有点乱呢。我这孩子，你让谁来？啊，我看这咱俩来呀。我看这人手都挺全的。哎呀，啊，小燕你也来了，哪有事哪到哈？咋的，带保镖过来的？
我有对象吗？啊，还整个大地雷呀、啊！太丢人了！过年不用放小鞭，直接放地雷就行了。你说谁这个？还是出手呢？这不，会不会说话？别生气，弟妹啊！我是穿天猴，咱俩都一样啊！别生气啊！别生气啊！好。大家静一静啊！好，我宣布一下咱们文艺节目的比赛规则。嗯啊，广坤啊，刘能啊，各带一队。哎，咱们呢，这个队员都是咱们大家，我跟大脚当评委。现在开始分队吧。分队，选吧选哈，可以选。那都不用选，这些人都得跟我一块。哎呀，你别吹了，咱跟刘能。我跟你说，就谢广坤那俩下，还想跟我俩叫号。哎，你瞅瞅，你瞅瞅，你瞅瞅，你们瞅瞅，啊，你瞅瞅，看看，喂，你们这怎么的？那还有俩呢。天来啊，我实在我是太感动了，你这捧我场。叔啊，我腿抽筋，要我也过去了。哎呀，那你咋的？等他呢。刘英，你咋也过去了呢？爹，赵玉田不让我过去。爹，咱比完就过去啊！好，哎呀，不用，谁也不用，就他俩就摆平你们。咋的？刘能不服气啊？不服气，还比啥呀？让主任看看，大脚在这瞅着，我们这边这么些人，你还有什么比的呀？你啊，人多没用，拿出节目来。嗨，没问题。你那边人不少，算那俩带鱼五个。那个谁先来？啊，我先来。哎，大伙先来。我先杀头阵。啊，不用，不用，行。开场的都是小菜。先来。你跟着评委跟你妈说。妈，你说我是不是得来一个？那你来一个啥呢？我要出嘴就是情歌。情歌。唱歌啊？情歌。啊、什么叫情歌？就是当今最流行的一首情歌，小薇啊。好，行，欢迎。对。大伙啊，大伙，告诉你啊，好好弄着，咱不能掉链子啊。放心啊，但是我唱歌有个要求，我得找个人配合我。对，哎，得有个演小薇的。你随便选，我选一个。那你选一个，看一看。啊，这不还这样，就是你了，大地雷。来，哎，来吧，你去吧。老哥，行吗？你去没事。郭哥，我恭喜你，合作完以后你就知道什么是飞来的横祸了。我不跟你们闹了，我得下去化妆，一会儿有我节目呢啊。天来呀，你快走，聊台等你呢。那又拉骚，快点。老公，我也赶紧去。你可别去，你说你再去了，我这一个人都没了。哎呀，现在呀，你老公看都不敢看。来吧，转过来吧。配合我啊，给我打节奏。好了，来，小薇啊，双手举起，不是投降，往下放。来，小薇呀，你可知道我爱你？我要带你飞到天，哎呀，飞到天，飞到天。啥玩意儿呢？他一动没动。你还要上天？你上天，人大伙还得买飞机票上去看你呢。我跟你说，刘能啊，服不服？心眼儿样子，不服。啥玩意儿还不服？就是不服。你不服，你还想怎么地？咋的？我就不服你。你不服怎么的？啊，就你那小有啥不服的？说话这都挂不上档呢，你还我挂不上，我不挂，我是无极变速，不用挂档。谢尔燕，我发现呢，你就这张嘴挺能对付。我跟你说，广坤啊，怎么的吧？说我的口条，我说不过你啊。有能来唱。什么玩意儿？来唱唱，我还怕你啊！好，一言为定，你俩同意唱吗？同意。好，音乐。我就不信你，我怕你呀、啊！我怕你啊！我什么时候服过你？你还是我服我什么时候服过你？我的老家，哎，就住在这个村儿。我也是啊，这个村里土生土长的人啊。别跟我装大呀，哎，你也别装人啊！邻里乡亲吆喝不。